每天做五题，来看第一个 What are they? 它们是什么呢 They are A. Lion 是名词狮子 B. Monkeys 是名词猴子 C. Tiger 是名词老虎那既然问的是 they 它们是什么要用名词的复数形式选择 B 选项再看第二题 Dan is 11 old丹11岁了要表达年龄大于1的我们要用基数词加 years 再加 old 所以选择 C 选项第三题 My teacher is funny 数学老师是有趣的那么下边给出的是人称代词我们来看一下 We 是我们是人称代词的主格 Us 也是我们是人称代词的宾格 Our 是形容词性物主代词后面用来修饰名词那 math teacher 数学老师是一个名词所以选择 C 选项第四 Are they 他们是 They are near the horse 他们在马的旁边那么答语给出的是一个地点所以啊问句应该是对地点进行提问选择 C 选项他们在哪儿呢他们在马的旁边 What 是什么对事物物体进行提问 Who 是谁对人提问第五个 They knock the door and cry 他们敲着门并且哭那敲什么什么要用 knock at 的固定搭配所以选择 C 选项。你学会了吗？双击加关注，感谢你们。